Hello，我江江，今天呢，Michael 来介绍这台 Gogoro 警车啊，吼吼，超帅的！这次又是我们的 Johnny 做出来的，感谢他。那这个模组呢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会闪。还有这个灯啊，他有做那个脚本给我，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它不会闪，没有声音，我不确定为什么了。总之呢，就是先这样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去巡逻。哇，这台车还是很帅啊，而且它很快哦，安静又很快速。这次我们就不要甩尾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次呢，要到这个市中心啊，据说这边有这个命案现场，我们先去这个命案现场看一下，就实际的状况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模组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啊。OK，我们就直接从这里给它转过去了。哦，这个模组其实算是一个小型的命案现场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怎么过去哦。这里可以过来吗？等一下，我是太胖了，我过不去哦，冻到人。哦，不要打我哦。这里，过来，这过来。OK 啊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哦，所以这边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这么多警察？而且还有 OK，所以他在盘查。Oh no，这一袋一袋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垃圾袋。OK，我们就略过这个地方啊。这边是应该要打马赛克，看不到他。OK，所以这个警察在看对面的有没有可疑人物这样子啊。OK。哦，这里呢，在，不好意思，让我过哦，用我的棒子会打你，我跟你说，等下，为什么这个人很淡定的坐在这边吃他的汉堡？他居然吃得下去啊？该不会是那个凶手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有那个光剑？为什么你上班可以拿光剑啊？你说，说啊，光剑给我交出来，交出来，我要那把光剑。我有拿到吗？有拿到光剑啊！这模组也太闹了吧！我要拿光剑，出去好，出去好。我看一下骑上去的怎么样。都起来了，哎呦，好了，我今天只是想要展示这台车啊，没有，这台车还没有完全做好，尤其是它那个警灯哦，下次呢，或许就可以追逐其他的 Gogoro 了，好不？OK 吗？那这集先到这边，好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